晃晃的。这门口这啥不行，得整啊！呀，我这门口这块啊，不钻呢？我这不钻窟这两溜啊？不这两溜，那都整个半坡式直接是。对。下完雨了，它不弄啊，直接那个顺一个。你说啥啊？大家好，我是王小。今天下雨啊，不好，今天有雨。屋里活，屋里安水管吧，安水漂子。完了，完了，三姐我往点安那圆管了。对，这个水坑，我这拿的，打眼了，我来给它拿上了，只能浮起来，就不进水了。但是说上水容老哥都得调一下子哈，得调一下子高奶的，这个掰那什么，把那棍儿。啊？那是费劲呢。管太细是吧？跟拿上可是有一样，但是它不能漏啊。太累，这还得还得窝上它，没有独头的，有俩专门俩头的，一个头没有。拿到这样式，行，拿着吃吧。啊？这要傻乎了？傻乎了？啊？你傻乎了？时间过真快呀，一眨眼一天过去了。一眨眼一年过去了，一眨眼一辈子过去了。这一辈子我跟你说得好好活着。我真大了。好。哇。这个下。还要来个雨修啊。雨修都修不上啊这一下。雨秀也修不上啊，这棚里的活啊。这包上老哥这回就掐住了，这回给你了。三姐，我这给你的，给给分的是吧？嗯、哎、这硬菜啊，洗洗行，干啥呀？再找个吗？行行行，来吧，正好炕上坐俩。嗯嗯，咋的了？肩膀子疼。来，这这一小天啊。咋的？放多了呢。那个。灯打着。灯不亮。换成那啥了，嗯，换成水。这边，明天好吃的，待会儿给你整好吃的，老哥。待会儿你直接颠了就行了。你咋到家了？你看看。待会儿颠了。哎呀哈。行吧。咋今天酱你就太老了？我吃啊。对。这个样子啊，我这啥玩意儿？你去洗去是吧？嗯。下得了，下点儿，下得了。啊。没透。哦，下汗。第一瞬间没透是吧？啥都汗了。苞米药得等多少啊？我吸吗？感冒了得。等事儿啊，冬宝。以后啊。这么些呢？啥感冒？就咱们那个，就到北京就有就。这菜你看有根儿，你烧死不错了。你歇着，两天就给你那明儿了。还多少让他吃？行了，就算得一点点吃，一顿好几大把子能行。你好大把子，你俩点吃，那玩意咋吃？
不是有事吗？一到夏天你就得捡的。这玩意儿比毛虫比那个甲虫强。啊，对。行，你有吃毛蒜也挺好。那就吃去。你吃这个头他妈没啥意思。头在这炒啥吃的？